大家好，我们想要长寿花长得旺盛，就必须要把它的根养好，尤其是像这种老桩的长寿花。因为这种老桩的长寿花呢，它的根系不够活跃，所以长根的速度会差很多。那么像这种情况，我们想要它长根强壮的话呢，就必须要给它经常使用这种赖以酸促生根粉。因为这种赖以酸呢，它是可以促进植物快速的长根的，也可以说它是一种生长激素。那么它针对促生根效果非常的明显，而且呢，我们使用的时候方法非常的简单，只需要用上这种小瓶盖，给它倒上一盖，然后呢，把它加入到1000毫升的清水中，将它搅拌均匀，大概一个月给我们的花卉使用一次。这样的话呢，根强壮了，吸收养分的能力变强了，自然这个花就会生长得好。如果说根长不好，那么我们给它使用再多的肥料，它也吸收不了，反而呢容易产生肥害。尤其是我们给自己的花卉换盆的时候，因为刚刚换盆，它的根系受损，我们给它使用一点这种赖以酸的话，可以让它快速长新根，快速吸引新的花盆，这样的话呢，就可以让它长势更旺盛了。所以说呢，有了这种赖以酸促生根粉，我们不管养什么花，都可以养得枝繁叶茂。好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